是漫画散在里位，你几工无咧关心漫画哩事，你啊等于唱歌啦，等于唱歌好啦。你爱咱两人讲，对啊，你从头到尾你来搞来搞问题，对无？啊，你即个代志发生，我看要安怎解决？对，我可能是你改，你做防疫，你做防疫，你高材改，你减减来给我。我知啦。啊，你敢对？啊，当然，啊，所以讲高材。对不？总共今天真正的疫情，我们回到现场，总共是个位数。但是我们个位数为什么我们华南市场今天会变到四十几个？为什么？这个不只是北农，还有家禽，还有那个运输的，还有那个这个东西不能怪到我们华南，我们华南不该死吗？我们只是要一口饭吃，我们不要求什么，我们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了。你们政治怎么样，我们不管，我们老百姓，我们很简单，我们要活下去。你啊，我还不你爱我们家，我同情的，平地无足简单嘞，足土人，你都他搞我们关心，搞我们争取一下。所以讲第一时间，咱先表个先主啦。你为什么搞那么生气？一是阮同情，甲网界立委，阮选出来立委，伊今到替阮网界甲同情的百姓讲话。我到一只多看电视时间啦。什么？对哦。难以来沿途伫放假，放假是一个死骨，你话也无你来放假有疫情，对哦，你中央无迄落什么那个机师诶，三家七诶，有这个代志，对哦，啊无迄落狮子头迄个狮子头来遮小有咱放假这个代志，你哪有源头去查才对？啊你讲放假卖放假，安怎放假疫情？对啊，刚刚我那帮家人叫个可怜的。你刚是对替市长打抱不平？不是替市长，我拢无听相，我替阮帮家的百姓打抱不平啦。替华南市长打抱不平。想替阮做代志，阮就支持相啦。阮无动，我们华南市长，华南市长没有政党的色彩啦。我们只支持能替我们华南市长发声的政治人物而已啦，相拢同款啦，对不？你规工你放假，同情放假，算在认为你规工无咧关心放假，你是，你啊等于唱歌啦，等于唱歌好啦。